现在我叫刘家水。你老编的胡家桃子，你刚才那个胡家桃子，胡家桃子那个胡桃夹，胡桃夹子那个书呢？来了，我在里面。你老公要来会儿，你男朋友要来会儿。你老公要来会儿，你男朋友要来。我会经常跟我妈唱一首歌，叫《小红帽》。小红帽还穿花衣，得多垮呀！这是。对啊，我也很穷。他都在哥伦比上学的都。他在芝加哥。芝加哥。你怎么老编的胡家桃子你？是胡桃夹子还是胡桃夹子？胡桃夹子。这俩人干啥呢？咋还不来？补妆呢。他们妆比较……这刚来还没弄呢就……还没弄，上来妆就花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，完了，咱俩穿同款鞋今天。哦，你们俩一个黑一个白。今天咱俩同款鞋。哎呦，真假的？真的。你都这么老高个了，你还穿这么厚鞋？你饿了吗？快来吃饭。饿了。快吃饭吧。来看一下，有今天来你刷卡，卡里只有42了。是有42块钱了。来吧，你看我一百。他刷完也有四十二。他刷了58，还剩42。你这样，你借他16块钱呗。你们帮我摊一下。现实中还我160。好，来。160啊，记得给。你有卡吗？我没有卡。来，哥哥请你吃饭。好。哎，我包没拿呀。你有卡吗？吃饭还要钱啊？你那钱怎么挣啊？我们钱，不是我的。哥哥请你吃饭。来，我看多少钱？我100。好嘞，把这给我。然后有，应该有。多少钱？我有100。来众筹一下是吧？先刷58。好。那这个刷40，这个刷40，来。80是吗？刷两张卡，对，刷两张卡，这个刷40，这个刷18嘛。好呀。好了，你吃吧。我们每天就这样互相救济。你们的钱怎么挣啊？是吧？我们都不知道。是吗？反正每次刷就有钱。你这样说到了我们的痛处。我们住在这个公寓都没有机会赚钱。你有真没有经济来源啊？没有经济来源，每天都在拜。这儿还有好几位没有刷呢。我没刷。也是100。好，这个借我用一用啊。行，你用。这个给我刷40呗。刷40，那还剩18。对，算。啊，这个再刷18。是。吃百家饭长大的，你正经吃百家饭。好，吃饱了今天。